美韩联军加上当地居民是十万的伤亡，什么样才能造成十万伤亡呢？肯定就是万炮齐发打首尔，甚至这个演习里边还加进了防化的这一个内容，也就是说他设计北韩是会用大杀伤力武器来攻击这个城市，攻击这个城市市民，这一点呢就造成他可以合法的反击了。他在反击的时候呢，很快就把这个北朝鲜的军队赶过38线以南向北进发，但是我想呢，美军一定地面部队不会进入38线以北的，不然的话就引起整个国际舆论的这个抨击，或者是有新的东西发现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一个新的东西呢，是这个韩国的军队不但要占领平壤，而且要占领北朝鲜12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的地方，只是在青川江停步。停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留给鸭绿江和青川江之间100公里的缓冲区。这个要是联合国喜欢维和，或者周边国家要派军队来这个拯救难民等等，那都没关系。关键是美韩，特别是韩国的军队已经不和北方的邻居接触了，这就避免了这战争扩大化。再有一点，他是很强调一点呢，是这个要民众参加，因为韩国有40万的这个官吏，这个公务员是参加这次演习的。他干什么呢？这个报道里边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接管这整个北朝鲜的政权。所以谁说这个美韩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呢？好，我们这个圈点就放在一边，先看看后来马上看到的美国加首辣那这个空军基地为什么会怕这个导弹袭击呢？看个片段回来。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刊发教授霍勒的文章称，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加首纳基地将成为美军有效介入战争的最佳平台。但是解放军只需发射172枚东风15导弹便可瘫痪基地全部跑道，并摧毁所有未停放在硬化掩体内的飞机。据最近兰德智库分析，美国空军500英里的作战半径之内的加首纳基地能对台湾提供最大的支援作用。不过中国用打鸟先打巢的战术，东风15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能确保摧毁冲绳美国空军基地。假设美国在加首纳基地部署264枚爱国者3导弹，每两枚导弹可拦截一枚东风15导弹，也只能拦截132枚中国导弹。解放军只需发射172枚东风15导弹，就足以将基地上的机场跑道解为三段，致使战机无法顺利起降。据美国国防部透露，中国拥有400枚东风15导弹，每年有40枚的生产能力，美军防空导弹在库存数量上占据劣势。在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呢，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战略基地。如果美军想介入的话呢，这个几分钟就可以，这个打击力量已经到了。如果把加首纳拔掉，那么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使赶到呢，也可能已经黄瓜菜都凉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来美国的这个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请他解读一下导弹打加首纳到底怎么回事。在美军驻亚太军事基地中啊，冲绳的加首纳基地啊，是距离中国大陆和台湾距离最近的。如果美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从加首纳基地起飞的美国战机将是第一个投入战场的。而在过去十多年呢，解放军战略建设的重点就是反介入啊，那么着重在三点，也就是打卫星、打航母、打基地，所谓的新兴三打。而这个打基地呢，那第一个要打的自然就是冲绳的加首纳基地啊。所以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啊，他对解放军啊如何打加首纳基地啊进行研究和判断啊，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但是他的研究和判断呢有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在他的研究判断中呢，解放军啊要打加首纳基地的话，那么主要用的是东风15导弹啊，而在加首纳基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下，那么解放军需要用170多枚东风15导弹才能瘫痪加首纳的机场啊。那么这一个研究和判断呢的问题在哪？就是说东风15它是一种短程导弹，它的基本型号呢射程只有600公里，那么以这个射程来打冲绳的加首纳基地是够不着的，它就必须要增加射程，增加到800到900公里，而且要部署在浙江东部一带，那么才能够打到啊。我们知道呢，解放军在浙江只部署了一个导弹旅啊，它的兵力比较少，
而事实上呢，解放军用来打加索纳基地的主要武器并不是东风15导弹，而是东风21中程导弹。那么解放军在安徽有两个东风21导弹旅，在山东和广东至少各有一个旅，那么这个兵力比较雄厚，而且呢东风21导弹呢它的射程比较远，不论在安徽、山东和广东都可以打到。更重要的是东风21导弹由于它的射程远，所以它的飞行速度也要比东风15导弹要快得多，而导弹越快它的拦截难度越大。那么部署在加索纳基地的爱国者导弹对拦截像飞毛腿了、东风11、东风15短程导弹还不错但是呢它要拦截像东风21这种中程导弹呢难度就比较大。是的，林长庚讲的很对啊，美国专家有很大的漏洞。我还要补充一点，他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个东风导弹打过去，其实它在全世界的导弹的这个圆概率命中率呢，都是说只能打进这个圈一半就算是不错了，所以不能把172枚都说成这个命中目标，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这个爱国者导弹呢也是两枚才有 93% 的命中率，也不是全部能覆盖的。但是关键一点，美中如果是打导弹战的是最关键的是电子，如果中国先拿电磁脉冲弹把这个爱国者的全部封掉的话，你就没法反击了。反而如果美国的电子制衡呢，如果是能够制衡的话呢，东风21也打不中目标。所以这个问题先放一边，我们看个焦点了。焦点到底这个北海舰队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炮战为什么会引起中外这么大的那个轰动呢？我们先看个片段。中国北海舰队9月1日至4日在青岛海区组织实兵演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举行的例行训练，主要科目是舰炮射击。西方媒体照例把中国军事动作同美军联系起来。据香港南华早报29日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威拉德说，解放军多次测试的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可能即将投入应用，但这些武器不会阻挡我们在中国周边国际海域进行航海活动的权利。考虑到中国拥有这些武器，美日双方重启军事交流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美国战略学家卡普兰认为，中国海军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有效实践航海技术的海军传统和经验。新加坡观察家郑永年教授说，如果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中国海军就是走出去了，也可能面临走不回来的尴尬。我们看到北京的宣布，这北海舰队的炮击只是一个很寻常的训练，为什么炒作呢？我们就想，哎，这个炮击里边内有玄机，是不是有了激光炮啊？是不是它的这个近程反导弹反空袭的这个快炮有了新的发展呢？甚至这一次的演习的地域是比较敏感，可能是在这个渔船呢、商船呢经常走的地方，或者是和别人的那个演习区重叠，所以这炮击首先就得先发制人，告诉你我在这里打，哎，你们要小心了，也可能是这样的宣传战，达到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好，广告回来，我们会请这个美国华盛顿和北京的军事专家和香港人一起来分析这一次这个北海舰队舰炮这个训练内有玄机是什么呢？超越世界级动力，为中国前行。东风康明斯源自百岁山160米深岩石层，流经数百年，蕴含天然矿物质精华，水中贵族，敬天百岁山。中暑、感冒、肠胃不适，就用神威牌藿香正气软胶囊。上班上学带一盒，出门在外带一盒，家里还要备几盒。神威牌藿香正气软胶囊，强效还不苦口哦。打动世界是我的梦想。神力让我心花飞飞，怎么那么美？唯我非凡，瑞娜。北京现代，红云映辉，红河奔腾，红云
红河集团。从国内80多个大中城市出发，选择南航，爱上澳洲布里斯班。有关解放军北海舰队炮击训练这个事儿呢，一会儿说是中国高调的这个事先宣扬，一会儿又说中国低调的啊，可能内有玄机。好了，那我们就请来北京和华盛顿两位军事专家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先请这个华盛顿的林长盛教授，请你给讲一下，北京这个北海舰队这个炮击训练为什么这么引人注目呢？对于解放军北海舰队正在进行的舰炮射击演习。现在呢，外界呢的猜测很多，而他们所猜测呢，就认为解放军啊之所以公布北海舰队舰炮啊例行射击演习，是因为想用过它来掩护啊一场重大的武器试验，而这个武器试验呢，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的东风21导弹啊。好的。不过呢，这些猜测呢也缺乏足够的根据啊。朱哥，我们知道，如果解放真要试射东风二十一。